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在深圳主持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九次協調會，說要加快中央援港物資發放節奏和發揮中醫藥作用。中醫學會說治療新冠病患者中醫有一定優勢。預防方面和初病的時候我們治療康復嗰度咧，亦都係中醫係比西醫更加強，因為西醫做完治療之後咧，根本冇乜辦法，譬如乏力啊、後遺症啊，甚至乎有啲嚴重啲嘅連嗰個問嘢有問題啊等等嘅症狀咧，我係透過針灸啦、藥物啦、保健啦等等，氣功、太極拳啊、八段錦等等嘅運動治療咧，呢啲都係中醫嘅特色治療長處嘅。民建聯話，雖然政府在中央協助下積極加入中醫藥治療，目前已經批准部分中成藥派發給市民使用，但未完全發揮中西醫協作，建議政府成立中西醫會診機制，俾內地的中醫專家參與治療，以減低重症和死亡率。通過譬如我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係組織一啲咧，係內地嘅有呢個方面經驗嘅中醫藥專家嚟香港。咁啊，嚟咗香港之後咧，就唔係淨係坐喺一張會議室兩邊台嘅交流，而係能夠咧喺法律法規嗰度給予一啲豁免，係令到佢哋可以參與入到去醫管局呢個系統裡面呢個治療新冠病患者。民建聯亦都建議中醫團隊可以同本地大學中醫學院合作，負責營運方艙醫院，以中西協作方式治療輕症患者，同埋到安老院社為確診長者會診。